我们来向主献上感恩好吗？让我们一同站立，请跟你左边的说，让我们一同向神献上感恩。让我们一同向神献上感恩。请跟右边的说，让我们欢迎君王降临。让我们欢迎君王降临。再说一次，让我们欢迎君王降临。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渴望看见你的彰显，呼求你来翻转，震动这土地，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。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，呼求天窗打开，春雨不停息，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。主啊，我们欢迎你，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，欢迎你在我们早晨的整个敬拜当中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欢迎你。宇宙的中心耶稣，世界的中心耶稣，宇宙的中心，宇宙的中心耶稣，世界的中心耶稣，万物都本于你，属于你，归于你，你是荣耀君。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渴望看见你的彰显，呼求你来翻转，震动这土地，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。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同心高举圣洁的名，不求天窗打开，春雨不停息，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。主啊，我们大大的张口，大大张口，大大充满恩膏如雨，浇灌彰显，不求你来翻
圣洁的热情，我们欢迎，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，我们欢迎我们的主，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，呼求天窗打开，春雨不停息，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，主啊欢迎你，欢迎君王降临，渴望看见你的彰显，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，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，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高举你圣洁的名，呼求天窗打开，春雨不停息，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尊崇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之大，万王之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，万王之王，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坐在宝座上，圣洁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喜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，坐在宝座上，坐在宝座上，圣洁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喜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，再次坐在宝座上，坐在宝座上，圣洁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喜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，坐在宝座上，尊贵高雅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全世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是的，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啊，我们将一切的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，全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真神。主啊，我们要俯伏来敬拜你，
主啊，我们要全人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，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主。哦，沙拉拉拉沙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荣耀的君王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们最大的赞美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圣洁的羔羊，圣洁的羔羊，尊贵的羔羊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万王之王。之主，唯有你一配的敬拜和尊崇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一配的敬拜和尊崇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将掌声最大的颂赞都归给他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主啊，我们俯伏敬拜你，赞美你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要俯伏敬拜你。主啊，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全都归给你，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亲爱的家人，请坐。主耶稣，我
相信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。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，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欢喜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主耶稣，我的耶稣。心充满感恩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，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欢喜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感恩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耶稣，我在这里，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心腹，我也要成为你祷告的战士。
脱口中，为这失败不求，流泪如何清醒如水，祈求不疲倦。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，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。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，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，站在你的应许中，宣告你国度降临。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，带信心坚定地到仇敌，用你的话语征战，宣告你国度降临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好不好，让我们一同站立，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，求神降下祷告的火。站在破口中，为这时代呼求，流泪如何清醒如水，祈求不疲倦。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，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。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，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，站在你的宣告你国度降临。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，带信心坚定抵挡仇敌，用你的话语征战，宣告你降临。我们要大声来宣告，大声呼求，永不放弃，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向你求耶利米的心。大声呼求，永不放弃，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。主啊，呼求永不放弃，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向你求耶利米的心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，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。主啊，大声呼求永不放弃，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向你求耶利米的心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，清晨夜晚彻夜守望，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。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，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，在十字架已经得胜了仇敌的权势，
战胜了阴间的权柄，他今天复活坐在父宝座的右边，阿们。但是他呼召他的儿女基督徒起来与他一同同心征战，透过祷告，透过祷告，这块土地，我们所在的社区仍然有许多的人在忧郁的当中，心灵破碎的里面，很多人在彷徨无助迷茫的里面，要渴望上帝的真光临到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时候有一两分钟，我们开口祷告，我们与我们的主一起同心释放，求主的旨意在这个世代里面成就，有主的盼望在这个世代成就，主的平安在这个世代成就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开口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开口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要来祷告，这块土地要被转化，这个地方需要人心啊，哦，这个地方需要灵啊，这个土地需要灵啊，这个土地需要更多经历到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渴望，哦，这块土地更多听到你好消息，主啊，我们渴望这块土地更多认识，我们渴望这块土地更多平安的人，我们渴望更多人能够认识你，我们渴望更多真正生命的主，我们渴望在黑暗中有大光照耀在里面，我们渴望在人心的彷徨里面能够有盼望，能够有你自己的灵。主啊，我们相信，主啊，当我们祷告，你要来触摸，我们来祷告，你要来医治。主啊，我们有点很多感转化，主啊，我们很多很多很多，我们来加油，我们所认识的朋友，主啊，在面对这个主场上，他们需要生命的主，他们需要认识生命的主。是的，主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的祷告在你的面前，邀请主啊，当我们祷告，你回应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透过祷告。而与你的心同心，一起为这块土地能够转化，在这个地上很多很多无助的人，很多在彷徨中失去方向的人，主啊，恳求你的光照耀，因为你应许因着天父怜悯的心肠，你要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脚，把他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谢谢你，主啊，这是你诞生的应许，带来的好消息。恳求你生命的光临到许多许多我们所挚爱的家人朋友，还有很多社区里面我们所关心的社区的邻居，真的叫我们能够认识神，更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宰，经历到你的爱，经历到你平安充满在我们所住的地方。是的，主啊，愿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更多释放你的恩典在我们这片土地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祷告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工作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行医治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降下平安。是的，主啊，把真理引导我们每一天的道路，把你的启示，把你的话语指引我们走一个永生的方向。谢谢你，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